君子刺猬面，概略北方。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英雄，在很多电影大片当中，超级英雄们在不出任务的时候，大多隐藏在平民中，过着平凡的生活。真正的英雄们在威胁来临之前，基本上都和常人无二。一旦威胁来临，他们才会撤下平民的外套，露出英雄的战衣，奔赴现场，将灾难化为无形。艺术来源于生活，这种事除了在电影中被演绎以外，在现实生活中也早已发生过多次。任务现场的 SNS 1月15日在非洲国家肯尼亚遭遇的一场恐怖袭击当中，一位正在休假的英国 SNS 特种兵就挺身而出，拔枪冲入袭击现场，联合当地军警一道拯救了大量人质。肯尼亚位于东非，箭头所指的地方为其首都。1月15日下午3点，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知名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五名恐怖分子先是引爆了炸弹，然后冲进酒店内向周围的平民开枪射击。这次袭击共造成了21人死亡，28人受伤。监控拍到的恐怖分子袭击发生后，一名休假中的英国特种兵，据部分外媒报道为 SAS 成员，充分展现了他多年来辛苦训练的成果。面对危险，他先跑向自己的汽车，从车中取出了随车携带的战术背心、手枪、步枪等武器，将自己武装了起来。随车携带全套武器应该是职业习惯了。这名特战士兵的武器配备，这位孤胆英雄冲进现场后，先是和恐怖分子进行了短暂交火，然后判断了一下现场形势，在敌情不明、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判断此时优先掩护平民撤退更为重要。查证、识别并掩护平民撤退，在肯尼亚军警赶来之后，这名英国特种兵就指导他们封锁住了通往酒店的道路和出口，占领了制高点，并随后参与进一步的反恐行动。装备多种进口武器的肯尼亚反恐士兵，据媒体报道，这名英国特种兵之所以出现在肯尼亚，是因为他是一名英国派驻肯尼亚进行反恐合作的反恐教官。在处置过程中，他思路清晰，行动果断，在没有简报的情况下迅速了解了现场的情况，并做了最应该做的事，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英剧少女从军记中，英军和肯尼亚士兵一起出任务，因为有他的存在，很多本来可能丧命的平民命运就此改变。这位英雄的行为是现场所有平民的幸运，同时也是这些恐怖分子的不幸。突击现场任务完成，终于松了一口气，王热带青铜的感觉。有意思的是，这已经不是英国特种兵第一次挫败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了。早在2013年肯尼亚恐怖袭击的时候，也有一位休假的英国特种兵单枪匹马冲进现场，救出了100多名被困的平民。 Dominic Trullan 少校，多么相似的情节，连袭击者索马里青年党和救援者英国特种兵都完全相同。2013年9月21日，一伙恐怖分子闯进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大开杀戒。他们一边扫射一边投掷手榴弹，造成62人死亡，连肯尼亚总统的一个侄子和侄媳妇也被恐怖分子打死，还有几十名平民被扣为人质。13年的袭击现场真是多灾多难，危急时刻这位出人少校也一样挺身而出，他手持随身的手枪冲进现场，在枪林弹雨中12次进出现场，协助100多名平民顺利逃离。而出人也身中2枪，被抬上救护车受训现场。后来出人定居在了肯尼亚，出人的英勇行为被英国授予乔治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于1940年设立，专门用于表扬最伟大的英勇行为或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杰出勇气。英军本身当中现在就有很多祖籍非洲的黑人士兵，其实肯尼亚的恐怖袭击者总是能碰上英国特种兵并非偶然。
肯尼亚是前英国殖民地，虽然后来获得了独立，但政治和经济一直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肯尼亚也一直是英国在东非的军事部署前进基地。由于肯尼亚恐怖组织活动频繁，肯尼亚与美、英、以价钱合作，肯尼亚一些特种部队就是英国 SVS 代为训练的。英军训练肯尼亚士兵看来，休假中的英雄也仍是英雄。2015年，在一列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往法国巴黎的列车上，一名恐怖分子正在计划制造一场震惊世界的列车血案，但当他正在列车卫生间给 AK-47 上子弹的时候，吐槽下安检 AK 居然被带上列车了，碰到了两名刚从阿富汗前线回来休假的美国士兵。挫败了恐怖袭击的三人美国士兵，每组二两人，两名休假士兵的警惕性非常高，路过厕所时听到拉枪刷的声音，之后马上行动把枪手扑倒，夺下了枪支，并和随后赶来的一个乘客一起把恐怖分子揍了个生活不能自理。他们的英勇行为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度赞扬。徐洪刚看完了国外的，再来看看咱解放军的，中国一样有大把的孤胆英雄。80后们熟知的盘长血一战的英雄徐洪刚就是。1993年8月17日休假的徐洪刚坐大客车从家乡返回部队，带着那几个歹徒突然开始抢劫，并要把一名女乘客向车外推。已是上校的徐洪刚危急时刻，徐洪刚挺身而出救下了女子，但自己却被一个歹徒抱住，被困的徐洪刚被歹徒用匕首猛刺，身中14刀，肠子流出体外达半米的徐洪刚用背心兜住往外流的肠子，跳下车继续追赶歹徒，追了50多米后因失血过多晕倒在路旁。伤愈归队的徐洪刚现实永远比艺术更具戏剧性。无论是奉世军人，在灾难来临时勇于担当的就是英雄。他们的勇者之魂永远值得我们称赞。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视频、图片、电影、游戏，关注军武刺猬面微信公众号。